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只会这一句啊。还有，すみません。啊，非常非常的高兴来到东京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子性质的表演，在国内，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一个舞台上做你自己个人的演出，大部分都是对不对？看秀那种，一个接一个。那么这一次来这之前呢，有一个节目访问我，我说那是我自己毛遂自荐的啊。今年五月份的时候，我在日本住了一个多月，看了很多很多的节目，刺激很大。后来我也曾经来过这一家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我就拿了我的 tape， 就跟那个老板谈，我说我是台湾的歌星。